昨天晚上你们几个人喝的酒啊？昨天就我跟老董两个人啊。就你们两个人啊？啊。那这老董还挺混蛋的哈，他又不是不知道你的酒量，干嘛灌你这么多酒？那个，他不是拉着我去那个酒吧，去那个夜店，那个就在那蹦，一边蹦一边喝，我不知不觉我就喝大了。不是老婆，你要不信，我立马给那个老董打电话，让他给你解释好。随便问问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呢？不是我是担心你生气嘛，你怀着孕，我还不在家。嗯，不会生气的，不是我让你多陪他一会儿的吗？不过呢，这酒，睡事以后要少喝。伤身体，也伤脑子。啊。